好大一块哦！哇！ 大口扒饭，一口简单卤肉饭，搭配生动表情，号角响起，主持行走节目，一座就是11年。喝一喝应该就可以飙高音了哦！试试看，试试看哦！光是喝下一口杨桃汁也能很有戏，但号角响起宣布要向节目无限期请假。 号角响起，脸书粉丝页上po文说，以后改唱儿歌，走走走，一起去郊游。原因出在行脚节目时段，因应电视台戏剧重播，往后顺延一小时，改在晚上11点播出，导致阿翔在另外一台播出的综艺节目，自己打自己。主持群众莎莎和巴玉也是一样。我觉得他应该叫喷水龙虾，哎，喷水龙虾，胡瓜。如果你开心的时候，可以在这里大叫啊！ 行脚节目主持人群手上的其他节目刚好都在晚上11点，耗子表明要跟阿翔同进退后，包含了莎莎、巴玉也已经向制作节目请假。整个节目只剩下去年才加入的孟多，赌成大局。节目脸书粉丝页po文贴上主持群剪影照，表示全力协商中，但还没结论，会持续努力。该节目电视台证实回应，已经收到艺人碍于合约不能出版的告假消息，引起此中粉丝不满，灌爆节目脸书，老牌行脚节目，原老主持人如今都不见，留不留得住观众有待考验。记者郑尚淳、卓维姿台北报道。